随从肉体，或者要随从圣灵。我想带我们信主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，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很大的挣扎或学习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刚刚受洗，他是儿子，受洗完，然后他很想跟他的妈妈说，我们家里面的祖宗牌位可不可以除掉？但妈妈不信主啊，不知道。可他妈妈竟然跟他说，因为他是儿子，而且也是妈妈所心疼的儿子。那这儿子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很想说家里的祖宗牌位除掉，就跟妈妈讲。妈妈竟然跟他说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祖宗牌位不要除掉，你就继续在祖宗牌位前面拜他的时候，你就把祖宗牌位当作耶稣，喊耶稣的名字啊。那这儿子想说，因为刚信主也不是很清楚，我说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既然妈妈这样也没有反对他的信仰，他就随从妈妈的建议，在祖宗牌位上祷告敬拜磕头，然后喊耶稣的名字。但当我们真的这样随从肉体的时候，他最后连信仰都没有了。所以很可惜啊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这个世界总是在我们肉体的深处不断要我们与神隔绝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有什么让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没有一件事，是逼迫吗？患难吗？饥饿吗？刀剑吗？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基督里称义之后，到第八章保罗在这里如何能够不断的称义，不只是我们算为义，或神不再定我们为罪。称义是一个关系，是一个和好，以至于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不断的进到在基督的爱当中。所以我今天另外要分享的是称义和好给我们的一个身份。称义，如果你读到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就称义，与神和好。这个和好不只是指的一个关系，这个称义指的是一个身份，就是保罗在这特别提到的称为神的儿女。而什么印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？圣灵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而我们在圣灵里面顺从圣灵，以至于神儿女身份在哪里显出来呢？我们看十九节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。保罗也在二三节说，即便我们这有圣灵出手果子的，我们好像心里还是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就是我们已经有神儿子的名分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但是好像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个不满足，我们更深的切望。但不要忘了，当我们从因信称义与神和好，然后借着圣灵的浇灌，让我们真实知道什么叫神的儿女，神把我们带进到一个位分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。这个万物我们都知道堕落的，但万物也在等候如何脱离一个败坏的虚空当中。当然借着神的恢复，而神的恢复借着什么？借着我们成为他的神的儿女。所以我再次要说，当我在上教会的时候，教会得着一个权柄胜过阴间的权势。当整个儿女的身份恢复，神再把我们带回到人群中，或神再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受造的万物的里面的时候，神的众子带着神儿女的权柄，当你在那个位分上要作为一个恢复过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使徒们走到哪里，圣经都用一个名字叫做搅动，搅动那城的人。今天神的灵浇灌下来，让我们真的成为搅动。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就不再害怕。所以我们看使徒们到哪里就搅动那个城市，那个城市被搅动，以至于就很多人就归向耶稣基督。而今天教会静悄悄，搅动不了，就表示说我们要更多在圣灵呢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圣灵要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。以致我们看见初代教会这些使徒们带着圣灵的权柄恩膏，进到哪里就搅动那个城市。所以求神今天也给约珥一个权柄，我们来搅动高雄这城市。而且我们也为每个教会祷告，每个教会一起同心合意搅动这城市，台湾的教会也搅动这个国家。
我再次要说，就神的灵、神的国度、神的公义的真理降临，要带来搅动。所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。如果在金融界仍然被那些不信主的，你知道，就是很多的金融海啸风暴会发生。如果各国的政治领袖仍然不在神的里面，各国政治就只有不断的混乱。所以求神帮助教会，当教会今日教会特别台湾，我们不断的被神兴起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进到一个领域，主啊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搅动。所以受造的万物多么渴望脱离败坏的虚空，所以台湾的百姓也正等待着教会。教会啊，我们不要进到一个奴仆的恶。我们总觉得说啊，我们的神没有那些偶像的神更有能力，其实我们神更有能力，以至于教会我们真要知道，我们胜过你所敬拜的偶像。所以台湾的百姓正等待着神的种子教会起来，带着他们能够来敬拜神。所以台湾的盼望真的在于教会，台湾盼望在于这位创造周万物的神。而主啊，今天神使我们在基督里称义，与神和好，让我们得着儿女的身份，而儿女的身份就要被圣灵引导，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学习如何顺从圣灵，而顺从圣灵，以至于神的灵把我们带进到人群当中，带领回到那受造的万物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知道万物正在等待神的儿女，神的种子啊，得着一个权柄。我们顺从圣灵，以至于我们里面有一份恩膏。保罗真的在传福音的过程，没有人让我们与基督爱隔绝，不论他为了福音遭遇任何的逼迫患难，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他不断地说，圣灵来浇灌，圣灵来充满。所以在罗马书一面讲到称义，但怎么样能显出这称义的身份生命，是借圣灵不断地浇灌，显出神的种子，显出我们满有神的权柄。所以好不好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基督使我们称义了，圣灵使我们得着权柄了，以至于当我们在受造万物的里面显出那个位分。所以当我们看见创世纪，我们被造是要来治理管理。今天我们恢复神的儿女，同样在圣灵里面，我们要恢复儿女，以至于有权柄能够来治理管理整个受造的万物。我们同时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神你亲自再一次帮助教会。哦主，让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的里面胜过这世界，因此我们不再被仇敌哦主啊欺骗，以为这世界比我们更大，以为世界的能力、世界声音、世界声浪、世界一切比我们更大。但主啊，你给教会说，教会哦主啊胜过这世界，以至于硬件权柄不能胜过它。哦主啊，今天你再一次透过你话语鼓励我们。哦主啊，这个受造的万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，因为神的种子啊，我们不断被神的灵浇灌，以至于我们不仅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已被神的灵引导，以至于我们里面有权柄能力。就像保罗面对传福音的路上，哦主啊，虽然很多逼迫患难，但主啊，他都有权柄全能胜过这一切，没有人让我们与基督爱隔绝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